天一子与我同气连枝，我必挖出害他之人，挫骨扬灰。少艾，魔道集结，玄门危急，我自会随你一同说服古兰和百里擎苍。但玄魔之争的本质为何？铲除魔道是否就是中原界长治久安的根本？谁也不知道。归煞尸魁阵，因智聚群碎，阵眼不破，实则无穷，历尽时间了。入侵者皆气力耗尽而败倒。阵眼，那当作何解？是师叔，你这天大的背影，就这么点本事吗？锦衣卫都指挥使，杀过人，查过案。就是没打过这么多的僵尸。这些僵尸说不定就是锦衣卫杀过的人。云赞认识锦珠之首皇上半世禅，绝无冤狱。你我共袍多年，我当然知你清白。我说的是锦衣卫前任指挥使蒋环。蒋环，我想起了一些事。那是自然，舍心血咒抹去多日。师兄不喜，我抹掉便是。共袍，我们什么时候共袍？与我共袍的不是古石大人吗？阁下那道眼以为将我除去，舍去一个玄翼的躯壳，还有一个玄玉的躯壳，之后还有无数玄妙之事。你是如何做到的？浑元归藏。归藏？每一个躯壳都可为我所用。师叔，我不愿再忆往事，求你暂时许我。既有了师兄的冰魄元光，我这舍心血咒便无需献丑，接下来就看自己的造化了。还是先将血骨镇压回去再试。这冰魄元光当年本是练来应付师弟的，没想到却用在了你身上，我真是世事难料。皇上身在庙堂，不知民间疾苦，更不知中原界的名讳。名非名，暗非暗，物极必反，两相寻。皇上金尊，江湖纷乱，莫说妖邪，就南宫，你担心我的话，陪我一起历练江湖不就行了？有点苍派广文堂的弟子陪着，老夫绝对放心。啊，卑职。卑职不是这个意思。点苍，好好好，我不说了。哼，江湖之大可比我这庙堂大多了，人心之深也需我亲自去体会。南宫，就这么定了，你跟我一起去。我锦衣卫的职责不就是随时保护朕的安全吗？锦衣卫是做什么的？分身碎骨，在所不辞。前任锦衣卫指挥使蒋环，为了皇上您不惜自污，屠戮蓝玉将军与数万武人，皇上才能坐稳这庙堂。不
息自悟。蓝玉案？蓝玉案是先皇为了保护皇上不得不授意蒋桓。爹爹先到崩祖，而我年幼，未习国政，又无军功，皇爷爷他……所以蓝玉错了吗？蒋桓错了吗？没错。太祖皇帝杀错他们了吗？但是蓝玉、蒋桓还是都被处死了，一个罪名谋反，一个罪名滥杀，连带太祖皇帝也背负恶名。所以国师要我去江湖寻一个解。天选之人，天命自在手中。武分神，阴师罢了，你以为都指挥使还需耗费如此多气力吗？